传说乱葬岗阴气太重，大多送葬也只在白天，而旧时每逢唱大戏前都有一个破台仪式，戏班主会夜赴乱葬岗唱戏驱邪，来驱吉避凶。民国年间的黄庙村曾发生过一起怪案，故事就从这乱葬岗说起。送你走，来世两不欠，安心上路吧。年纪轻轻的，可惜了。谁叫你不听话呢？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何纠缠老夫？速速离去，速速离去！见鬼了！收拾你！阎王找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以前巨人下有锅，拔舌断指。宝贝儿，乖孙女，乖孙女。
宝贝儿，乖孙女。我们可怎么办呀？你可不能走啊！我的石头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三嫂，老伯看到，走了。他就是看管义庄的纸人张，看样子是恰狠。你去访一下当地的布庄。是。你跟我来。哦，好。打到了，打到了。这个娃娃好小哦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好像全部都是女娃娃的嘛。去。哎，辉哥，太丑了，这是我本命年，开棺材不吉利的。我不是故意的嘛。血迹！飞哥，跑了！我知道跑了。不是，外面的人跑了。就是我的人跑了。你搞么子？还童子尿比血？少给我来这封建迷信啊！哎呀，这辉哥，哎，队长，你也是举子之身啊？快把人抓走了！快，老板。辉哥，快点走！这个镇上的人都奇怪的很哦。对，我天天都喝到，不叫人关门的。要不我们明天再来了啊？
三姨太。三姨太？自从三姨太一家十三口突然没了，镇上就开始出了怪事。二更一过，常听到三姨太在唱戏。也就是个角儿，可是后来镇上就丢女人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还都是女娃，肯定是被三姨太给吃了。把孙女还我。这都是从义庄里弄来的。那天晚上我就想啊，去求纸人张讨付寿财。咱们说一说那个纸人张。我想去帮我妹请个善福。为什么要请善福？我妹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想请个善福啊，好帮她早日投胎。这是你们当地的习惯吗？这要是没有善福带路啊，死了会变成厉鬼出来害人。善福都是纸人张做的，这镇子可邪性，亏了纸人张了。你说他这么一走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队长，队长，马后头小的，哎，你这是做戏服的布吧？你认得？去年多子博找我做的。多子博，干什么的？唱戏的头啊。最近还捧红个女花旦，你说这镇上的女人都快没了，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个。哎哎哎！摘了口自然气的人，班主是从哪儿找？哟，小师傅！
这位长官，文有大堂，武有教场，请问这是为何呀？你就是多子博？那都是乡里乡亲叫的，认不得真。他是新来的？不才，他是我刚收下的女弟子，没有唱过几出戏。你们俩过来，把人带走，我有话要问。是，慢。什么时候唱个戏还犯法啊？我们法一套跟一起行赏案有关系的。哦，怀疑。怀疑就可以直接抓人。哎，你说老姐脏不脏啊？看着你呢。快，把他扶下去。他不能走。长官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小民到底犯了何罪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半斤八两，把人带走。是是。我看谁敢乱动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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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。这就是宫里。无非，无非呀、啊，原来是张大帅府上的少爷。咱们军情一家啊，军情一家。一个地方督军排场可真不小啊，耽误了查案，你我都不好跟上面交代。队长，队长，我在这里，戏就得唱完。啊，二位长官，容我多嘴。这自古以来，戏一旦开了口，就是台前没有一个人，也得把这戏唱完。上有神仙祖宗，下有芸芸众生，都看着呢。啊，请二位长官给我这个下九流一点薄面，等着戏唱完了，我再跟您走，成吗？他唱，你走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记住，把人给我看好喽。长官，咱走吧。皇上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等我搞定了那条烟驴，我就带你回宫。尸体找见了吗？还没有。凶手呢？我们在离开义庄的时候，看见了可疑的一幕，像是有人偷走了尸体。上面派你来我这儿，你要知道我们这儿的办案速度，七天，七天必须破案。是。
告诉他，我们公子请他去上三天堂会。啊，多谢长公子抬举，我们师父不在，林玉蝶姑娘不方便。那他就更应该去一趟了。不识抬举。走吧。记住了，常府规矩多，太阳落山之后不要随意走动，听到什么声音就当没听见。不要与府宅任何人接触，少说话，尤其是祠堂，擅自闯入，杀无赦。谢谢。你来了，长公子。你害怕了？这里又没鬼，我怕什么？你不应该来打扰我。没想到林小姐竟然有这般身手，一点点童子功都是师父所授。
你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？唱戏。满昌。在这里，给你一个人。要不然呢？我下的可是局票。不卸下妆面，一个戏子活在戏里不好吗？怕只怕脏了这身戏衣。这画可真好看呀。你刚才所唱的是这幅画里的人和事。可我不是杜丽娘，这世上也无柳梦梅。这幅画里的人是我母亲，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你来常府是为了救你师父吧？嗯。我是听着戏声来到的这里。你能听得见？嗯。这宅子里所有人都在骗我。我以为只有我才能听得见。把我的刀拿来。跪下。祠堂是禁地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招来个戏子，你就不怕脏了祠堂？我妈不也是戏子吗？放肆！送你去日本是让你长本事，你却儿女情长，你永远拿不起这把刀。爹，
我求你一件事，刚刚那个女戏子，我想把她娶回来。我去救她师父。站住！你喜欢她？你去换衣服吧。是。你们两个也过来入席吧。是。老爷万福。机长。机长。别名啊，叫巫叔。巫叔，哟，叶明儿都长这么大了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长兄，只听说吴城有女鬼，想不到仙女儿都在府上呢，艳福不浅呢、啊。只是这大房的位置还留着呢。长兄，给你带来点小小的礼物，是路边，可是活着的时候割下来的。啊！本镇只有一个戏班，班主却被你的人抓走了，就剩了一个旦角，没办法，只有请他来给你唱一曲了。程兄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你的戏子还是这么情有独钟，佩服佩服。吴叔，我敬你。不知吴叔可否行个方便，放了班主。哎，大侄子，这你可就难为我了，人我是抓了，想必现在呢已经招了，按理说呢明天就应该就地枪决了。他杀的是谁？那可是我们镇上的活菩萨呀。放人简单，民愤难平。有请何先生。有请。只要你来口这个。局长，您看我有个表妹也没个活路，您能不能行行好给收了。这丫头呀，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是样样精通，这关键呀还是个完璧。还没有长成的雏哪有开了的花好啊？你说是吧，大帅？
老东西，认了吧，啊，别舍得爷费劲儿。硬骨头，我让你看是你硬还是他硬？谁让你动刑的？队长，这可是局长的规矩啊！出去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是你去布庄定做的戏服，我在纸人张手中找到的。这应该是旦觉身上的水袖，现场还有女人的头发。你说跟戏帮无关，我会信吗？一个光棍的床上，怎么会发现女人的头发呢？嘴巴还挺硬。案发当天你混在人群中是在找谁？长官，凑个热闹也犯法吗？你的女徒弟当时在哪儿？花枪舞的不错呀，你去义庄是找她吧？睡觉叫他也不应我。孩子，奶奶累了，以后你就跟着爷爷吧，啊。嗯。抢贼抢贼得。八大特。抢贼抢贼抢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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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父、啊、接着。啊！我要上台。你说什么？我想成角。女大不无中流，流来流去流沉愁。这跟他有关系吗？吴城丢失了这么多年轻女孩，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女徒弟？难道吴城真的有鬼吗？跳了，把衣服脱了。送都送不出去的破玩意儿。这个可比大烟枪
有意思多了。皇上就又回来了，我认识那位，准能给他捧成角。哟，这身段，您就舍得让他跟您唱一辈子江湖散戏？丫头，丫头，喜欢吗？这可是宫里来的，去继续练功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您老还能活几年呀？您这不是耽误孩子前程吗？师父，我想试试。思春，你不会啊？思春，你会不会？没关系。你不会，我教你啊。只要你抽考这个，就会了。你杀的神咒！不死的冤呐，我来带你走。讨债无数。是陈云章教的我，我也是被他们逼的。还有，
世上本无鬼，但偏偏有人要把自己装成鬼。杨静华，引渡。回宫，来妃，莫看我干懒。回宫，拐子后头还有个暗间，里头强是住个人，进屋张家。我看啊，他肯定不是啥子好东西。又杀人了。师父，学这些能成诀吗？不能，但可以防身。师父，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等等我。师父，我会好好练功的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等等我。师父。师父，我错了。你醒了。对不起，你师父那边暂时还不能放人。我要走。我等，等的就是你。我师父呢？纸人章的尸体呢？为什么要杀纸人章？鬼杀人，要什么理由？报告局长，余贵已经招人。好，非常好。按老规矩办，先出安民告示，然后游街示众，就地正法。可队长说证据不足，想要放人。常府也来人说要释放班主，还请局长指示。他娘的要挟我，在吴城是我说了算，冤不冤枉我不管，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！吴城杀人案告破，杀人者吴城戏王林玉蝶，装神弄鬼杀张成祖、何思凡二人，于明日游街示众，就地正法，特此公示。死丫头，正合我意。他可没三姨太好缠，三姨太那可是角儿。
既然真凶已经伏法了，那就放了吧。急什么呀，小宝贝儿？是他派你来的吗？你要是早点来，兴许还能省条人命啊！小宝贝儿，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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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宝贝儿，小宝贝儿，来来来。出来吧。哎，对不住，我没能保住你徒弟。以前这里叫黄庙村，后来村里挖金矿的大户黄兴一家十三口惨遭灭门，镇上传言矿洞闹鬼，就开始丢女孩，林玉蝶就是在那时候丢的。报告局长，义庄发现的药丸是用草药和罂粟混合而成，像鸦片一样能使人成瘾，毒发后还会导致皮肤溃烂，那个已经死了的花旦一定是有难言之隐。喂，局长。回报。这个锁在卧室里头发现的，又是女人的头发，也有股大烟味。哥，你看那个，盖子像是猫砂，行走不知道女鬼。辉哥，你看头发好像是女人的吧？辉哥，连警察局长都敢杀，看来我们是真抓错。小时候啊，你以为进了宫就能享受荣华富贵，可那帮贼人硬是把我从宫里轰了出来，哥哥我也只能让皇上待在这儿了。等落了兵，这大清朝我一定要回去。杀害你的人，我要让他加倍偿还。
你醒了，我这是在哪儿？你身上的烟毒，我暂时帮你控制了。你要按时吃药，不要再碰鸦片了。是你救了我。我在日本学医，还曾是学校里的游泳冠军呢。 衣服呢？你身上的那些烟疮，慢慢就会好了。那我的样子，你都看到了。对了，你师父回去了。我得走了。你不信我？ 你是我在这儿遇见的第二个好人。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，你现在出去，被大家认出来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。可我不能一辈子在这儿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去给你拿套衣服。 我没有死，师傅呢？你的八字可真够硬的，为什么还要再回来？我从小在这里长大。你是觉得你把我们害得还不够吗？因为你，你知道戏院多少天没开张了吗？你知道米缸里还有多少米吗？你还是想回来是吧？ 你是要把警察、把那些老百姓都带来，把这个戏园拆了，你才满意吗？票头，我有话要对师傅说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你就当年已经死了，真的死了，不成吗？票头，上前带领公子去。 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。这就是功名。 本想移住十方肃清，八股三同万神俱听。儿孙满堂，千秋万代。解面容，整衣裳，无受长百世长。
丑时已过，送入洞房。想跑，你就是出了矿洞也跑不出野庄。老子今天也入回洞房。师父，他们都是我杀的，原谅我没有告诉你。来，我早猜到了，你是我叫出来的，你杀的都是该杀的人。怪都怪师父啊，天不负有心人，居然在乱葬岗找到了你。这次不能再丢了你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是来和您告别的。孩子，你不能走，师父以后不会让人欺负你的。票头说的对，我不能待在这儿。我还有事情要做。是谁将拥抱替代为冷漠，甚至为心酸改了无视的结果。要追寻什么，或许是执着，所以回避最初的自我。风吹雨过，悲喜交错，还有谁比谁难过？誓言成心过，花开花落，远走人过，究竟最暖是哪个？懂得舍得，陪伴着寂寞。倘若是奔波，无奈的就。孩子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连累西班，师父对不起你。这乱世，人如草芥，聚死扶贫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或许是执着，所以。
拿着的。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女孩被囚困着，我必须要走。世恩难报，玉蝶永世不忘。谁让你去杀的局长？你不会真的以为程家把你当人看吧？这么说那个陈和的女戏子就是献祭仪式上跑掉的林玉蝶。可怜我的胞弟。常家这条烟驴技术要戒了。杀了局长打草惊蛇会毁了我的大业。你快去把那些知情的人都给我斩草除根。戏子见不得人，姑娘这是为何呀？你在哪儿找到的林玉蝶？笑话，李元航走江湖收徒，与你何干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死在这江湖中。身手不错呀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人还是鬼。是个杀家。叫做黄庙村，村里挖金矿的大户黄姓一家，十三口惨遭灭门。自从三姨太，一家十三口突然没了，镇上就开始出了怪事。局长，大帅，您别过来，放他们走。这由不得你，师兄。你让他们走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事。
你们快走。我们不走，走，快走。说吧。他还没有死，他来过。你从头开始说。戏班有个习俗，唱大戏前会有破台仪式，师父会带着我们去乱葬岗赶鬼。那次在棺材里发现一个女孩，原来就是师父多年前失踪的女徒弟。师父找了她很多年，她居然没死，她全身溃烂，不知道染了什么毒。师父每天给她煎药，这个烂了脸的女人神神秘秘，铺上粉，装腔拿调唱上了戏。师父她偏心。师兄，你以后没戏唱了吧？我恨她。为什么来这儿？找一个人。找谁？带我进矿洞的人，他的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。这些牌位竟然都是女的。你找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你现在只想着报仇。我不想让他们再害人了。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呢？我们先要找到入口在哪。你果然没死，还记得这里吗？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是你？少爷。我师父呢？师父？师父已经被他们杀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你快走，不自量力。玉莲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矿洞入口在哪儿？就算你能救他们出去，还不是像你我一样，生不如死。清汤若越陷越深，寂寞后一翻骨再沉沦。少爷，
原来无常的鬼真的出在我们家，谁都想做人。我的牌位早就在那里，爹娘以为我死了，一直忘了告诉你，我叫陈离。 竟然还有这种地方！我记得这里，跟我走。长官，哎，长官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哪杀人了？义庄，快去义庄！义庄。哎，我。 寡人已过耳顺之年，每日虔诚祭拜，仍求子，娘娘为何如此对我？走，出来，快走！ 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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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
原来是个太监，你们祸国殃民不够，还妄想复辟。皇上，奴才有罪呀。
把事情弄成这样，咱家很不开心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一切怎么回事？是长公子，你现在还能活在世上，得感谢我呀。可惜，你爹他是一条骡子。就是给他一万匹马，也下不出崽儿。你什么意思？看来你听的戏还不够，这洞中还藏着个戏子儿，你要仔细听他唱。 爹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他带你来的？啊！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用？是你，原来整个武城，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都是你干的。哎，走！哎，哦！你们都下去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过来。是。 爹，为什么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本该多子多孙，我养那个道士是为了得到他的秘方，你却私自闯入这里，看了不该看的事。如果是这样十恶不赦的人，
宁愿不要做商家人。住嘴！ 叶明，你不该到这儿来。叶明，叶明，叶明，你是我儿叶明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娘，你真的是我娘。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莫大，莫大！我来告诉你，为什么20年前，皇家13口人失踪，11人被杀，唯剩齐家三姨太及其3岁弱子，以本是皇府管家，欲霸占三姨太为妻，所以。 杀妻全家，你娶妻无数，人面兽心。可你却无法生育，便将皇家幼子改为己姓，以亲子身份收养，后送往日本，待其长成归来，好接管。 你那些兵痞，放肆！一个小小的警察，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你们局长都没这个胆子。他已经死了，不是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们俩狼狈为奸，占人家财，夺人妻儿，残害无数百姓，枪毙100次都不为过。然而一山不容二虎，他知道的太多。 所以你派人将他杀死。<笑>你说的没错，当年要不是因为这个戏子，我也不会杀姓黄的全家。他在皇家是三姨太，在我这儿他是正房，可他却要投井自杀威胁我。那好啊，我就让他跟这些死人在一起活着。我这样做还不够吗？啊！ 你还有人性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鬼，在这乱世梁山有个屁用？我退，谁也别动。 否则的话，我杀了他。叶明，他就是杀我们全家的凶手。叶明，娘这一辈子还能再见到你，娘知足了。这幅画里的人是我母亲，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娘！ 对不起，如果有来世，我还想找你，一辈子只跟你一个人，找你。 当一壶烈酒祭奠逝去的远方，是故人早已风干了泪痕。早已取景影突转，拔剑待续。你是我在这儿遇见的第二个好人。一蝶，一蝶，你知道我为何找你？ 唱戏，那你唱。在这里，跟你一个人，要不然呢？
嘲讽着背叛的忠诚。只剩下是凶狠，女将护卫鄙人，服装的爱恨，是谁将白天困？放一壶烈酒祭奠失去的缘分，是故人早已风干了泪痕。奏一曲琴音途中，把剑那首人往心的缘分，怎能不留痕。一气不留痕，却怎能不留痕。